很多人认为做我们明星都会很风光很舒服，不错，很多都是这样子，但是也有很多是很辛苦跟很努力的，我是其中的一个。我每一次拍戏的时候跟我不拍戏的时候，无论我身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，我都不能给我自己有偷懒的借口。要保持最好的状态，就要身体力行。现在身为一个动作演员很难，因为太多动作演员冒起，而你自己永远，我自己永远是要把自己摆在最高的位置，所以呢我一定要练得很辛苦。如果人家练十分的，我一定要十，不要讲二十分了，十二分比他多一点。就算人家比我赶过我也不要紧，起码我身体自己健康，运动多一点。你们也是，爱了就算爱过就放，这个都会流出水。你们有没有见过袜子可以流出水的？没有负担，爱过就放，别为难，就算受伤又怎样，有过一次痴狂，一生难忘。I don't believe it. Me too. Then you can imagine inside.那你想一想，里边是有多少汗，要脱去三级。Yuck. I'm not gonna take off anymore. Then see you later.